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：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。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，此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脚声与说话的声音。那些听见这声音的，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，说：靠近这山的，即便是走兽，也要用石头打死。所见的极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说：我甚是恐惧战惊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。
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。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是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，并不是靠饮食。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。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
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。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弟兄们，我略略写信给你们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。你们该知道，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，他若快来，我必同他去见你们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，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。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